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七。天哪，是作业写到心了。校长，请问你们作业真的很多吗？根本写不完。太好了，我也要加入写作业社。请排队申请。这么快啊，我得排到哪儿啊？目前队伍排到黑龙江了。哎，欢迎来到作业马拉松大赛。我要去过问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可恶，笔没水了。是时候使用我的祖传状元笔了。嘿，三级。为了作业。胖达，你怎么了？我遵守爷爷传给我的作业，准备到了。我的作业分你一面。我的也分你一面。这本给你，这样的给你。刚好有些题不会做呢，交给你啦。你们大家。